看一下，这是玲珑盘，这个是创汇时期的 ，Made in China。这小盘子多少钱？啊？盘子多少钱？这盘子？啊。那31个。31个。创汇时期的啊。这个呢？这个碗呢？资江瓷厂，这应该是解放后的。80。看看它这个小盖子，这小盖儿怎么来的？那边有40。这都磕了还40呢？一点也是磕了呀，最低多少钱啊？残价，残了，三十也贵呀。关键你不磕行了，30。哎，那你还不如卖它呢。卖是吧？那货不行，那咱你这货不行，咱打的话，别人意思他不卖，他就是那个早点的，早点的。他这咋烂的？咋烂的？还不错的。看着，咱俩会有吗？看那个，看这个摊上有什么老货。哎，烟子。他这卖多少？倒不是很老，这个小瓶是老的。嗯，挺有特色的，还有一个小凤头。这小药瓶怎么卖的？200。哦，这点小东西200这边。最低多少钱？就180三。180。180，老板开价，贵吧？100加。价格，这小东西，价格倒不便宜。你怎么得我有几道起价的？到不了。我好一杯。到不了，又不来。啊，这那得都又不来。不是，我说有吃的。那个小罐儿怎么卖的？小罐啊。我都冲线了，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，有两张冲，最少200，老板开价，价格都高啊。老爷子，这有什么新货吧？小碗儿，地址人物的，是人物的。这多少钱，老爷子？120，你这要有点太高了。120。壶呢？120。看下一个小粉盒，老板。这个白哈，白哈有叫叫多，那叫叫多叫开。看这个，哦，有线了，有充线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啥包？360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
距离看。